桌间相互讨论层层把关，顾好食物的美味，从备料开始。像蒸牛番茄，志工一颗颗去皮。你要要做麻婆豆，一定爱听。啊，那无听？无听歹食，这点皮要要吞落来，要赔出来。有团队，大家会冲，就做一桌，大家拿来拢有咧做伙啊。安尼出来，咱就免惊啊。 大声说不怕的正是相机窗口杨吴秀月，大家喊他三嫂，家庭主妇勇敢承担，就是因为有相机老兵和具备团膳经验的志工做后盾。层次面不一样，那我就是负责算量，那还有菜色的搭配跟菜色的切大小这样子，那三嫂他就是负责。配合我啦，所以很感恩，这就是我们是最棒的组合。有人勇于承担，有人乐于配合，跨区合作经验传承。虽然不在课堂上，皆是练心，也是另类的大精进。大爱新闻潘真简原籍台南报道。